右后肩膀痛，右后肩膀痛，我在淋巴结里面，我在淋巴结里面感觉右后肩膀这边有个吸盘呐，有个吸盘吸在我后肩那边，吸在后肩那边，在万古浪，好像那个在沙滩里面到海里边的，哦，这以前我见过的场景。当他们拉了时间很长了啊，往后拖啊，拖了时间很长了，拖了时间很长了，所以呢，拖的那个，有点变形啊，有点变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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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然后啊，刘白先生把那个拖的那摊子啊，那些啊砍掉了。砍掉了，但是呢，被拖的时间长了，有点变形，有点慢性的损伤，有点变形，现在正在恢复当中，正在恢复当中，恢复当中，正在这个时候呢，看到那个，外星人，变形金刚了，在推那个大厦，推那个大厦往后推啊，摇啊，摇大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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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，这个阵仗也过来了，这两个阵仗呢，重叠到一块了啊，重叠到一块啊，重叠到一块，有大厂啊，重叠到一块啊，是这么个情况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